有三型糖尿病，我们注意三型糖尿病的临床我说在期间讲的，我说今天讲的主要是现在的食物。各位银行家的平安姐、周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暂时来记者。专员，听堂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你的听，是你的话，围绕伫阮台湾这个岛屿，一百多年、五十年来，你切开最最你的艰难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也好献祭，来帮助阮台湾人的心灵。但一旦敲出着烟花的路，愿主你帮助我继续跑走这个路，来增加我的生命，甲你的合意，也好愿在你所赐给我的时间，来帮助最最迷失的人拿回来。现在是玉山神爱弟兄主人，愿我一旦用我的金钱，用我的祈祷来扶持上帝你的工，一个所在来成你的荣耀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再去真感谢阮个献歌队来唱一首，一首送亲友个送。因为亲爱个弟兄姊妹，我今日要伫遮用即个题目《现代神乐歌》来甲咱大家分享。第一项事真重要个事，就是讲一个牧师要讲道理吼，到底先看个道理吼，互咱袂爱看。什么款的道理吼，会当予咱安尼吼，一听了了安尼吼，听甲刷了，安尼刷，安尼刷。什么款的道理会当予咱吸引咱，而且是吸掉伫咱的心内底。我做一个牧师吼，讲你研究济啦，若无研究吼，若歹听安尼讲着，伊阿作古安尼就轻松个。总是咱伫上帝献花来敬拜上帝，就是要伫咱坐着个时来听上帝真理，就参像圣经直接讲着一对姊妹，名叫马太甲玛利亚个时阵，迄、那个上好个圣体去啊！做细声啦！因为咱今日做玛利亚，坐只好好啊听。把翁放在边啊，把某放在边啊，把囝拢放在边啊，把你所有事拢放在边啊。因为今仔上帝也为要领导咱来。现在神乐歌再去咱个聚会，危险个指数，我是讲诶，咱来细话吼，我听，但是危险个指数是危险。伊讲我说这是现代个神乐歌，我系搞两只白光黑光。咱吼常常就爱食水果，我是即马王田追分吼，兄弟开拓教会，而且近年咧，我差不多三声咧，讲一个教会啊，经过大道去了教，我教会对面吼，一搭足大大个水果，啊，我常常吼，咱迄边个头家拢熟悉啊，有时会讲，老师啊，啊你今日食啥物水果？吼、哦，有红苹果啦，有时。有迄个进口的一堆拢有，我今讲这个现代是那个来帮助咱第一行，这个道理吼，唔是我家己研究，嘛唔是我家己安那想，这是对上帝来。你啊看圣经所有的道理吼，拢是对上帝来的。上帝经叫摩西离旷野。我一看去七片火，世界上帝差遣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上帝透过摩西讲上帝的话，也化为灵教的摩西。不论是达世代先知也好，也是达世代上帝的奴仆也好，什么款的道理才是真正的道理？对上帝来的道理。所以今天这个道理吼，是对上帝来。既然是上帝来的道理，就是上帝要对咱讲。啊，为甚物上帝要对咱讲话呢？因为上帝要把一寡世间错误的道理吼，予咱清楚，甚物是错误的，甚物是正确的，伊要伫遮来予咱分辨。意思是讲，
所以咱头壳洗较清楚的，莫有个人安尼毋知影是想袂开，啊，着去自杀。就比讲吼，你看许史哲伟，你知影史哲伟哦？那是中间的新闻记者，哇，他去自杀。啊，我会感觉足艰苦，因为我较早大学是读新闻系的，我读新闻、做新闻、甲走新闻吼，迄种个经历知影讲吼，迄压力足大个呢。截稿截止吼，下你出来吼，哇！刚才吼要下嘛下话片，哎呀，截稿要下先吼，我唔知要下了吼，又又又又又又去啊！啊，我去中国时报做实习编辑，啊，这个改人诶，各种奇怪，这个记者今天哪是写啊？伊就看你们诶，伊就改正改正，改艺术啊，那种啊那种地方啊，所以吼，编辑都是搁另外个改。报社向招新闻的记者，伊个稿子都爱搁改修修改，安尼袂去得罪人，袂去红格就好啦。你啊，史哲伟想完，以前那边安尼，那边的史哲伟，因为有压力，有压力。啊，所以咱个人生对信用钱，你若无清楚，会害。啊，为甚物有时会无清楚？甚物原因会造成无清楚？无几创的啊，无几弄的，无几创的，无几设计陷害。这本圣经为什么要做这本圣经？就是因为耶稣时代，也是早前在古约时代，魔鬼达不时就想看看，再加一挂遐那唔对的物件，放在你头壳顶。有一回我捌做一项代志，有一个我会感觉。打电话讲，林牧师，你当打电话来阮家，王创声，念五十声啦，哈、啊、的，因为那不然叫你打电话去，大概念五十声咧，还是创声？因为你要做这种代志啊。哎，因为这个当家都较出名，头尾唔知你安怎，迄、那个出名外口，变是不是？那是内底安尼啦，因为发生错代志。他就說，阿叔你給我涼五十箱，涼那人覺得怎樣？沒人在裡面，是不是這樣？有配合嗎？所以我們人有很多事情，無幾個有設計，我們就去配合。所以今天這個道理就是，要把無幾個無腳給他扭出來，無理無方，抓起來。現在是那個这是对天来得力，什么叫对天来得力？因为我的解说者，有一个新学家，名叫卡巴特。卡巴特是十世纪真重要的新学家，伊对差不多十五世纪以来的新学经发展的中间呢，已经慢慢啊行到一种人性化、理性化的新学。就是讲吼，人拢用较侪用理性的头脑去了解上帝。啊，这个思想观念一直到史莱马特，史莱马特的时候，哇，就变得足典型的啦。澳洲这些神学家，那是讲要对上帝了解的，迄、那个思想去了解，就一定爱去向这个行方法来。好吧，讲啊，问题好嘞。上帝感一定就是咱人思考的理性，理性感已经包括上帝吗？上帝建伫理性的内底吗？上帝宗教信仰特别是上帝，乃是也够归理性的。宗教信仰这是归理性的。啊，所以卡巴特伊伫讨论一项事，有一间伊的学生甲问啊，老师，哦，阿弟哦，做老师我的教授呢？啊、我问你啦，你安怎准备工作？我咧问迄亲阿家讲，安怎准备工作吼？比如问阮这种吼，啊，毋是，还毋是你教的吼？没啦，我过几年就教，因为我即摆伫政治大学读博士班啦，读宗教博士班。我读了吼，嘛变变做教呢，但是有一挂人就叫来起手在泼水，怎啊泼水拢鸡啊咯，鸡啊咯，拢安怎？一堆咯，乱乱踅啊，都有两 K 啊，二十。可以安尼哦，安尼泡死咯。啊，有人讲爱穿拢专卡啦，不是专家，是专卡，啊无卡无行，袂使。卡巴特
学生甲问讲，老师啊，啊你吼、哦，安怎未讲到嘞？我讲这老师吼、哦，安尼想想嘞，哎，我是安怎未讲到嘞？伊咧想，伊就开始想讲，我是安怎未讲到？哎，任何人，任何老师，伊爱准备讲到呢？是讲白菜来一只讲来顶底啊乌白蛇，啊是讲吼网络抄起来做开罐头的。哦，我有一寡学生会晓开罐头，你知影啥物叫开罐头？有一个上落来教阮学生，阮教的学生吼，规篇讲的吼，拢为网络抄来的哇，害咯！因为恁来请这种学生去啊，哦，我听起来很戆，我袂使用抄的，因为。刚才这一声讲的吼，那是比任何人更加困难，而且爱负起真大责任的，足大的责任。所以考爸的伊家学生回来讲啊，讲某某学生，若讲讲到的代志，和上帝来共同清楚，你讲对不对啊？上帝你来讲啊，上帝你来讲啊，因为。上帝，你来讲，你坐遮坐一条，伊就坐一条，金光强强滚的，你哪有可能？要我伫个山线山模式出伊去，因伫迄山边尔都挡袂住，拢叮当啊！要我的话，领导的话，迄是甚物？迄是你让我看命的休矣啊！所以上帝就甲考拔就讲，我要按来讲啊！要坏人到某些也坏，为人到神地也坏，为人到某位人安尼啦。所以今仔日这个话是人到某位人，伊传给我，我传给咱大家。啊，上帝话最高赞是安尼。所以呢，真重要一项事，靠爸讲，上帝讲要按我讲的，我要按我做。靠爸就解讲，我准备讲到神家的讲台顶哦。脚尾皮皮粗安尼，你扛得也去扛唔着去安尼啦。安尼有责任无？安尼就无责任。因为今日圣经最后是在讲无，讲什么？你看最后是在吼，伫迄个马太十二章哦，伊则写讲吼，讲讲的闽南话讲吼，伫迄个到伫迄个时拢爱受刑呢。因为对你的话听，你有意见，你的话听，你有罪。因为啊，我系素的，啊，所以无输是讲台顶开会使。讲道理无好好啊，讲皮皮出来讲，啊，有一天吼，我认为这讲台都真做我无输人的罪呢，讲唔着去。什么叫现代性的歌？这个对听来的对，有人传好。上帝传予人，有人传予我，啊，我今日传予你，这是上帝要引荐人讲的。今仔日这个社会哦，这个教会界也是一个真侪所在惊灵魂现前穷嘛。我这学期进来哦，上一个课，这个课叫灵魂运动甲基督教的全球化。啊，我的老师是哈佛的，这位听到哈佛的啦。我们哈佛的老师啊，伊咧教阮教啦。啊，即摆教这灵魂吼，毋是徛哩，哇，伊找足侪资料的哦，拢原文的，我爱一看一看，逐礼拜上三点钟课，就讨论讨论啦。人徛哩读了安怎，读了安怎，哎，毋是安尼读尔嘞。我来去做田野调查，来看台湾这个所在，甲非洲的。也是讲甲美国的，啊，甚至甲韩国的，啊，是甲新加坡的，啊，是甲中国的，有啥物无共款？所以做这个研究吼，我后礼拜爱去台北一间吼，行离阮的教会，因为我伫台北大学中央研究所的论文就是写，长老教会的某一间教会是安那伫开拓的中间，就是长老教会迄种形态是安那的无话会变成灵魂的。啊是安怎转的啦？啊，遐个人中间是安怎向转的啦？啊是安尼行呢？但是后来因即个电流了吼，对灵魂的观念佫无共款啊。有一个医生，有一个啊做生理人吼，啊佫一个牙科医师、三医生对灵魂的看法佫无共款啊。有诶较爱医治的啊，啊有诶较爱溜溜溜溜沟通的啊，啊有诶较爱倒去涂骹的啊，
我三个煞无感觉，煞搬出去啊，煞变做三间教会安尼啦。哇，即嘛足趣味个，啊我最近搁伫研究搁另外一间，即嘛安怎？所以伫即宗教研究特别是伫即个学期个课中间真趣味。但是我前几天哦，甲阮遮同学甲老师有一个调整，因为即宗教研究本身就是为社会学研究下、心理学去研究。但是吼，我对上帝、上帝人来讲，我讲奇怪咧。这个时代真济人拢讲一句话，才惊人。我讲，我有信心，充满经历，有无？我有信心，充满经历。哎，人伊吼歌手吼，对话就知影你讲有对话啊。迄歌手的人吼，唔免看你做代志，对你讲话就知影你听多，对你讲话就知影你的练习到怎样。生惊生的，少年人讲讲，你莫说，迄人讲唔对话，讲啥讲唔对话。这个世间人哦，其实都无迄种我有信心、充满坚定，无济啦。伊讲吼，咱来看，少年人讲信心要甲你直直，就是讲我要甲你直直，迄是互你坚定的，还是永远的？永远的啊！啊，除非你像。代替上帝的戒律的啊，欢喜快乐，互你欢喜。但是做一项事唔对，什么代志？甲八十八出成代志啊！所以视频过来一批，你能唱一条歌？主啊，求你为我到清洁的心。主啊，求你的你不要离开我，这个是一做唔对啊！就是再见再难啦。嘿，但你较真正有信心，从我经历，因为去当初已经无信心，信心该再见。所以老公，我有信心，充满坚定哦，迄信心就离开啊啦。所以因为，你主公我要甲你提的，迄是因话。主的话，上帝话，讲有根就是根，因话有根啊，有安话安话，上帝话一出去，就世界就流动。所以这上帝。因为今仔这现代是那个是对上帝来学一个上帝的人，伊学我知影，啊我讲予大家听。但是咱看起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、十七节，伊只解释讲，圣经讲吼，讲啦，上帝甲阿东讲讲吼，树顶的果子啊，袂当食，食会死。哦，你注意看圣经，我话你读较清楚哦。咱中间吼有真侪年长的人。你做的人哦，虽然咱年老，但是头壳足清楚的，因为咱年长的人哦，要我想的哪款的？我昨昏哦去参加哦，参加台中沙教会一个长老年吼，一个月是九十二岁，啊，伊是1933年啦，23年啦，民国差不多22年出的。92岁，过无，伊毋是台湾人，伊是正宗的日本查某囡仔，伊的日本名叫田中贞子。好，我昨天出面跟人讲，贞子，你叫贞子安怎？好摸噜噜啊，贞子哎呀，人真的不是，伊这位人真的是真正偏讲的。伊伫1923年哦，出生伫山梨县，日本的山梨县的所在。啊，因为咱哦，台湾有一个囡仔，台湾囡仔长了教会信徒，帅哥。1938年吼，为台东唔知影哪想袂开，走去日本去留学啦。啊，伫遐留学了吼，读读个，拄着这个查某囡仔，甲伊熟识，甲伊恋爱安尼啦。啊，伫1945年2月，大战这边结束时阵就结婚啦。啊，结了后了吼，啊，这个先生就娶伊回来台湾。好，谁要哪个哟？这位老人离开上帝足困难，但是要看迄个信用怎。啊，这个日本人来到台湾生那个囝后代安尼，有做牧师的，有做长老的，有做教的服侍，对啦。咱底下充满真感动。啊，因迄个先生我捌伊。算完了，我甲阿七讲，
李牧师，我讲平安，你的太太伫上帝的国，你放心，阿姐轮椅才九十几岁。这个老姊妹的囝儿嘛是即卖山内边丢了，前几年啦，我讲，你爸爸妈妈身体如何？拢八十几岁，讲无啥好，你讲爸最近伫家务袂当呢。我看吼，真无好，但是今仔也有活着。迄人伫家务的时阵吼，山内教会咱拢捌的，有天就无事，好，咱拢捌吼，张天同牧师。要你要回，结果说詹姆斯是行，我记我前一天跟詹姆斯搁坐遐，坐坐到遐开会，讲沿海区的代志安尼。即个开讲，伊讲李牧师，恁来，李牧师来开讲，李牧师食这，李牧师食那，吼，你遐开安尼。啊，第二天早起起来，有人敲电话，哦，咱这台中有一个牧师敲电话，李牧师啊，听讲李牧师无出分掉。我假奇怪，我差不介讲话，佮你压手嘞，啊是安尼就惊伊啊！我今日敲电话去问，哎，安尼惊伊啊！所以咱老人吼，听着你讲听得详细哦，听好健康哦，因为一时啊，佮上帝遐，就亲像是我丢落啊，是我朋友足爱啊，暗时啊困去啊，第二天就天都醒起来安尼，安就好，安尼讲好唔好啊？安就好。啊，所以你袂去啊，你去袂？真重要，这个现代是怎么讲？就是要我上面甲阿东下话讲，讲树顶面的果子唔通食，食会死。哦，这句话出来，上面要出来哦，你食物件会死啊？你敢去食？你唔敢去食？但是歹人会想办法。佮魔鬼讲：“哎呦，上帝啊，多谢你嘞，我嘛听到了你。”所以魔鬼就去引诱阿东下话。魔鬼先嘴啊，先对下话落手。因为查某囡仔脚好脚平一款哦，哦，脚好平，啊，所以下我可能爱水啊，爱地位啊，所以就去用魔鬼骗伊啊，骗伊了，佫去骗伊，啊，所以啊，那问两个安那，就是犯罪，人类对安尼开始犯罪啦，犯罪了，人类就来个挂出爱的毒品啊，这辈子都挂出去。哇！啊，上帝咧为着伊个陪伴，但是呢，就赶出去无伫迄个爱的浓。这个古约创世纪即讲着爱的浓，这个神话故事吼，其实有像我最最的意思。总是一个真重要，是讲上帝伊开人个真正的爱的浓。所以上帝为着要拯救人类，是用最最办法拣选伊即个做选民来做咱世间人。救赎的开始，所以咱来看这些历史，上帝一直想要甲伊救，要透过因来开始迄个救恩的道理，啊，就是平平培育啦，平平就安那，结果有国家变无国家，有先人先人拢无了了去。到底耶稣的时代哦，伫只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阵，耶稣伫只讲着一项事，就是今咱圣经所写，伫马太福音书的。在第九十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，即只讲，所以我甲你讲，人伊找罪甲放毒的话，拢会在下面，落到放毒现行，讲安那话伫下面。咱看去，这个话真重要。三十一节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既然罪恶放毒拢要下面伊，落到放毒现行的，无要下面伊，既然。讲话攻击人主的，要下面你叫做，伊若讲话攻击现实的，无论今世来世，无咧下面你。或者吼，对上帝来讲，就请你来发讲的魔术啊。即阵就是现代神恶果，哦，你若对照甲古约迄个上帝叫伊袂当食神恶果，对照一下，古约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迄是古的神恶果。啊，即卖即阵就是现代式恶果。哈讲呢？我即卖找着，水果找着未？就是伫马太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，咱先来看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。故意是讲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
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更换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更换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啊，这句话跟古有嘴起来很大啦，我们这样说，我们这样对不对？耶稣说的话跟上帝的话有同样，有没有？耶稣的话是不是上帝的话？耶稣说我的话外面是灵，是圣灵。耶稣说天地都在废话，这样外面在废话啦，是不是？耶稣的话是不是上帝的话？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家就退上帝的话吃这个人啦，所以耶稣说的话也是上帝的话。好，既然耶稣说的话也是上帝的话，这样等于上帝在说哦，去甘愿现实，甘愿就讲今世来是未去下面。耶稣讲，今世只肉体来是只灵魂，唔通去甘愿就现实呢？古人是讲，唔好是食食老狗呢。好，安怎么焦点来看看，甘愿现实，什么叫甘愿现实？什么叫甘愿现实？今天这个时代哦。大家不用上帝为做重视点，用现行上法做重视点，迄就是危险啊！魔鬼嘛听落去啊，讲哇，耶稣啊，你啥物话呢？你讲甘愿信心，讲今世来世面，你啥物？啊，我魔鬼的头脑是我让世界人下面，我让伫我地下内底啊，免做去啊！魔鬼的魔鬼，他就好生死给吞食啦，伊今就是要引诱咱去甘愿。所以我在我的研究中间，灵魂降临，我不是为十九世纪开始，为初代教会就有了。初代教会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外邦，透过保罗传到去哥林多，去拄着哥林多遐较早拜拜人吼，伊来信耶稣的时候，嘛甲拜拜去找嘛找一卖呢，初代教会啊，迄叫混合。所以宗教在流传的中间有做些混合，加入一寡物件。譬如讲，咱讲耶稣基督出世，圣诞节是12月25号，耶稣刚即刚生日，耶稣是毋是刚生日的？耶稣是毋是刚出世的？你也去看圣经，你记载出世的，根本就无下雪无啊。12月25号，12月25号是罗马那一个古早时代太阳神的纪念日啦。礼貌我太主啊，该倒来跟耶稣的啦，安尼较近，大家较近信啦，安尼啦。这些人一般性都不去研究哦。我讲耶稣真正12月25号生的，你也看有一寡外省人来台湾的哦。哎，当年出事，哎，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但是我真正的哦，很夸张，因为有就要安怎，有就要讲吃头的卡，会当安那哦，先不看年嘛，年轻者。所以魔鬼一听到耶稣讲甘愿献身今世来世为你舍命，伊就趁住好生死给吞食人，死给耶稣在，就是要引诱人去甘愿献身啦。因为我甲你讲，献身咱人求嘛求无啦，因为你若无亲近哦，无办法做啦。我拜五哦，伫台北哦，下好了哦，塞车呢，往150公里哦，就见呼塞车来着。你刚才有啥物？哦，有，就已经有重要的人约好，要去台中的家人看阿炳，要甲阿炳做礼拜。我来今日甲做礼拜，我拜五甲阿炳做礼拜。我来准备吼，一句送给阿炳，甲阿炳伫遐做礼拜，有几下牧师，几下长老，甲一寡真正的担当。阿炳哦，阿个错嘞，阿个养乖啊呢。但是即马伫遐大卡好，那是鬼命啊！你看伊听，伊啊坐来坐去拢无紧啊，你好。我甲阿炳讲，阿炳，你唔通？几啊当日哦，新闻直播讲郝龙斌支持你保外就医哦。其实伫这个一发生的一点钟哦，你会记哩？阮总干事张德强老师。一个小人的姊妹去干啊，甲你看啊，去甲你祈祷。迄祈祷了吼，下落面唔知影讲讲伊咩，伊只是甲你把怀照伊，这个是上帝的命。为迄搭开始教导上帝，甲你帮助
你台北拢两所来，一所来，何里个啦？你关你三四个来这样啊？哦，这就是你的平安。我讲上帝的敢唔是你来面？我用一只圣经在四篇十五篇第二节第二节，咱来献，我用一篇来改变的。四篇十五篇的第一十九节在讲，耶和华之水会徛他伫你的宝边，之水会徛起伫你的心山，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是诚实的人。意思要是讲，上帝啊，是谁会当徛他伫你的心山，是你的宝边，就是会幕啦、会幕啦。我迄回我讲过了，你看我呢，迄是神圣的摇花在民间呢。啊，你一传一世的人出埃及了，跟对他这个顶楼成为真呢，迄是上帝圣的所在呢。啊，圣山呢，摩西传到圣山去调去上帝呢，迄上帝同在的所在呢。啊，谁人会当去呀？就是爱安那，先去我爱安那，爱行正直，爱做公义，爱诚实，这个是先。会当甲上帝做伙啦，所以我就甲阿兄讲，你若去漳州，上帝甲你同在，上帝甲你同在就是平安啊。因为亲爱的姊妹，咱伫这个世间，咱是好人还是歹人？因为我问你，咱是好人还是歹人？有时做好人，有时做歹人，有时做白面的，有时做黑面的。好，咱是不是安尼？咱唔是咧黑白、黑白、黑白人。所以圣经讲，讲讲讲，都抓你啊！恁既然是歹，会讲出什么好话来呢？恁也算是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歹，果子也歹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甲你讲，犹太人哦，足巧，我是阿伯人的子孙呢，我是基督徒呢，我是牧师呢，我是基督呢，我有官兵。不是你看戏啦，对不对？一个乌噜噜唱关什么？唱关什么？因为老师哦，我老姐哦，我最爱讲这句话，因为我就惊的对。啊，所以你问，咱到底是好唱啊，歹唱？咱若好唱吼，对道理来讲，咱精神，咱就紧改紧变，袂去做唔着代志。所以。耶稣这个学医生，甲圣人，我阁看了三件事，讲你到底是存在什么款的对立上帝？你理解上帝，你理解道理，你也想唔了去。因为吼，即嘛有人惊你们讲，讲方便你当官鬼，因为即句话对唔对？有人讲，吼，我大声啊！有人讲，我都听袂有讲吼，伊个牧师讲落进来是录一段吼，录完了吼安尼，因为伊讲吼。魔鬼驾风言，因为啊啦，讲这人魔鬼，但是咱圣经讲耶稣魔鬼是用什么官兵啊？对不？啊，错误呀嘞！所以教导你的时阵哦，咱来照迄个真实实在道理行啦。我若搁讲出来吼，哦，你最最难度啦，干那会安尼？所以我有时吼，有时我要去读。研究所，搁读，搁读，搁读。我若无落嘛清楚吼，互相了我清楚，我教唔着，我才真正要坐个话咧，拜托个。哦，即马吼做啥物代，从风险从大做投资啦。哦，即个老官吼，两个老官，啊，若讲唔着，我搁想着搁太袂地下去，因为之前都无有。因为即个良心话，咱是上帝的家，咱清楚这个对起来道理。唔通去惊灵魂啦！咱只有一项事，我甲人讲，迄少年人甲我讲，我上帝爱咱实在啦。你若卖犯罪，就灵修成功啊，对不对？有人要去迄个山啊，基督山、什么山去搭，甚至有人去到什么什么所在靠灵性靠归来，对不对？你若即个此时此刻 ，here and now， 他看来滴，心所想所讲所做，卖去犯罪，就是灵修成功，你讲安对不对啊？我这叫阿兵，叫卖犯罪。
灵修成功，实在诚实还是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。因为咱伫讲这个世间真理的代志，有真侪无实在，甲咱伫咱的耳孔，头壳咧经过了，咱无去甲判断是咱真正的魔鬼怪去。所以你们亲爱的姊妹，这就是现代世道。魔鬼参照好西，耶稣讲恁唔参加凡圣事，那干犯着今世来世袂得赦免。魔鬼讲好，我就用这个方法来予世间人干犯圣事，包括无输丢了之事者，予伊去行的，阮去追求圣事充满地位。咱真正无足地球啦，不配啦，为甚物是罪人？只有对信靠我耶稣，只有打败魔鬼撒旦的耶稣，只有耶稣伊会当求圣事的名，求圣事我耶稣通啊，拢袂使啊啦，因为有赢过魔鬼撒旦。但是咱为了爱用圣经啊，起来用啊，咱来用，啊，咱就求着有我嘛，啊，就求看卖啊，袂贵。你若要求会使求，你爱甲主有一个合一的关系，合一啦。为甚上帝买阿多夏娃食神乐多？因人的神甲宝的内面，伊完无完全，所以耶稣讲，你要完全，你要爱完全。啊，咱若要来完全，咱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完全啦。教也会来完全，甲上帝的约，教会用来行无破坏迄个约，行到即个看在上帝的天看，主的天看，讲安尼会使啊？伊会来甲你讲，无为人，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立地。迄个立地就是合一，就是圣神嘛。所以圣神是主有主权要给什么人？咱求求。所以认为，咱唔好想讲，哎呦，伊嘛有，我嘛有。认为古早时代到今，对摩西开始到今，上帝用的人拢有所限制、少数的人。我摩西，安奈唔是其他的人，啊，耶稣啊，安奈唔可以其他的人。拢一个一个，你也看拢一个一个，无所谓人拢得到这个上帝的开来。我甲你讲，我伫个龙口的，伫遐第三代基督徒，伫遐细汉大汉，十几年来看，啊，煞我一个年纪轻做老师，我其他拢走去对，就有一个跟我袂歹的，因妈妈嘛，嘛长老讲，啊，阮这嘛要去，就甲讲嘛，你来去。伊讲，我要读大学哩，读到咱中兴大学，好，读了伊母个高精，爸高精，好，伊讲，好啊，去读。去读个暑假啦，去读个歹读啊，我就歹读啊。因为你读书，你做老师，佮做会成功，佮做会彻底，佮做会尽忠，哎，开我开讲，我拢一步一步拢过啊，无拄着会安完成只工程。我今年吼做老师吼已经吼年资二十五单好，听着只我怎讲，我咱退休啊呢？但是其实真个袂大个，所以上帝已经算一个老婆。那是搁训练、搁考验、搁栽培，而且搁有做一试验啊，保罗敢无一支试验？所以你要真个样子，咱个教会是要看到做遐进步，伊进步进入环教进入教哩。但是耶稣讲，皮啊甲皮啊会大只，最后安那皮啊无去，皮啊收得，是安尼。皮也收回来，皮也无去，所以上帝予咱予你去发展，但是照我真理的人，该咱到伫我的国，也做无去调是为邪咯，邪人去。所以这宗教中间，我第下期开始读，近代图书馆哦，第下就研究印度教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印度教是啥物事？我印度和我就一大堆啦，啊，即摆即下期要修道教啦，吼、哦。做到尾，中国个历史开始改变，伊讲那些做老师去改变，要创啥？因为知此知彼，才百战百胜，是哪里？你刚才啊，我起码逐礼拜拜，我嘛在，逐礼拜拜拢伫上机安宁病房。我较早就是我伫嘛即当业务，我伫安宁病房，伫遐，甲遐几个人伫遐改造吧。有当你死迄是足艰苦个。人要临终，这种过程是需要人去解，有一看迄个机会。我伫遐头前两单个地方看，拄着一个庙公啊，庙公来洗礼，你看我个啥啦？我嘛无收着，我来去甲照顾啦。
比比啊，然后啊，有一天伊咧孙啊，就讲孙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，阮阿公哦，阮阿叔啊，你该帮忙互伊个洗礼啊，我真心真力啊，我就找个阿公啊讲话啊，伊就一定爱我啊。啊，有时吼，花粉花粉就安那，清澈清澈，啊，有时就困袂不醒安尼啦，迄种安尼就过迄种挣扎。啊，有一天我趁伊吼，啊，精神好，我甲开讲啊吼，因为伊较早都爱大叫，啊吼，无娶某。啊，即嘛都是即孙仔甲友好，即孙仔吼基督徒，足友好伊个啦，足甲帮助个啦。我若讲有安尼孙仔对你袂歹，伊讲袂啊，袂歹个。我讲啊，啊你即嘛若过用变我，啊就做安怎就安怎。我讲但是你孙仔是基督徒，啊无你嘛好好做代志，我讲好伊做代志个听有啊。伊嘛去做啥物？我说好，你叫我孙仔来，我干死你！伊为着要让伊孙仔较好做代志。伊基督徒爱甲你养养养，安尼你较好。所以伊讲好，要做基督徒，好，我马上就甲洗咧安尼。好，我做礼拜洗，我修行成，我阁有相片咧，拜托个。两天了，袂忘。哦，真哦，会当甲耶稣耶稣阿比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今日就要一天到安尼看，有好啊无好？啊，咱只逐天去听道理，逐天听到都唔知啦。我甲你讲，爸，我哩讲。人遐庙讲安尼好，啊！我遐是我牧师吼，是我遐护士在。我说你是怎么做的？我嘛唔知呀。上帝稳定，上帝稳定。所以今日现代神的讲就是要互咱知影，咱做人做事所行所讲，就先先实实实实在在，安尼就是咱的本分。因为教会也是我即卖讲神教会。但是拢有妈祖安尼经过啊，嘻嘻吓到屁屁屁，哦，看起来人就是人吼，拢叫卡，我拢奇怪。好、哦，这比行入去搁厉害，咱行入去是吊吊翘翘翘，安尼讲倒遐，迄时个拢个叫卡去啊，你啊拢个叫我卡去嘛，啊，佫不过来，就反正笑哈，吼，是毋是笑哈？你是真傻啦！大家大家拢大家拢伫遐呢，啊，继续来主持呢，迄叫错乱的信用，行入去无钱。实在，咱若实在，就会清楚。咱实在，服侍上帝，奉献上帝，做上帝欢喜的事，伊就甲咱得着。所以，丢了到边是通正统的，查实的，无你假的。只有达到上帝为因信称义，分别罪性，万难解罪性。我最后要结束，这只可以来做上帝工。深深的感受，这个信仰是真的，确实是真的。啊，一看这个人类中间跟咱亲的关系，我不是嘛好求呢？因为，一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一个真大的代志就是什么？就是保罗先生，伊领受着这是头，跟他所谓命令，要去大马士去迫害基督徒，要去杀基督徒。行行行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到台湾市的路上去拄着上帝耶稣的那照，倒落去。有些人讲，保罗保罗保罗，你是啥？我就是你要所拜的耶稣啦。保罗把手推出，保罗人生拢无影。保罗对这边的经验，伊是后来平时你也出去看哥林多。你老师吹无开，你看看你正确的配信哦，吼，好出趣味的，伊的重点就是伫遮啦。伊讲，我若无拄着上帝这大问题哦，我咧讲，我若无是，我死头吼，我死袂过来啦。我伊份是犹太人啊，加到你们下一个啦，你看，的学生啊，我伊份是犹太人，真热心为了摇晃你热心啊。所以讲，这大件啊是上帝亲自出来给死头回来咧，好啊。是的，我给他们照顾。因为你人生无像你个死头鬼咯，我叫上帝个死头鬼。啊，我若无这种经验哦，亲像保罗死袂落来。所以保罗，你讲现在我就是我对我死，就是我的面对我。我嘛去互死过，啊，三条线，现在伊到时嘛毋是，因为耶稣出世的日子真秘密。上帝在咱台湾基督教会嘛，真卑微来，你用惨不起啦，惨怪那个不起。啊，这对待上帝真滴，拢透过啦，透过心内心实实在，无做都是无输，无做都是丢，
真平凡的人，上帝该得的。但是这无偌济人，伊敢知我一个，我变成一种人。后来我清楚了，上帝连同在人是真正，互人感觉无同款。因为这个上帝的这个姊妹一思念，牧师嘛是牧师嘛，伊家讲一句话，伊讲林牧师。对古早到今，上帝都两项物件，主要两件，两项物件给咱。第一就是伊的话啦，第二就是伊的形象。啊，咱的生命要安怎有上帝的形象？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道成这肉体，耶稣的心就有上帝的形象。咱做一个上帝的子儿，敢是嘛爱有参照上帝的形象同款，有慈悲怜悯，请人勇气勇敢啊！啊，看到不公不义，但是咱站出来啊，嘛唔惊撇开啊，勇敢。啊，所以这真重要的问题，上帝留伊的话，甲伊的形象，互咱大家。我们对伊话去了解，佮对伊形象，咱要变甲像耶稣基督同款。所以我的人生有去向几位牧师，我感觉洗头，洗一个吼，哇！上帝稳定好我，佮为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你无同款。我来讲三项事就好，做见证啊，做结束。拜五看面，因为这注重门外家。已经听去啊！我不是去看一遍，看三遍啊！但是伊去啊，我出动了，做成总统，我照一个人看的天书来行。我讲同你讲，我敢会真正去犯罪吗？有人讲伊去叫伊无地那害死伊嘛，无变嘛，啊，我大家拢受害，无变嘛。但是伊只要一个角度，伊讲，哎，你莫输啊！大家要选台北总统，搁台北市市长选不掉。既然川中人做总统，嘿，袂歹。啊，那做总统都爱用眼看啦。伊讲人伫这世间哦，生就是生啦，死嘛是死啊。哇，伊底下开始有点对生死的观念开始有点新的个看法。但是我咧猜，我有一个真好个朋友讲，啊，明仔总统，请你来信命所做伊报道。因为像乡亲们，台湾这个多数，我可能讲这是一个真重要。上帝要给咱的福音，当做一个根基，也帮助咱大家，即信仰来帮助台湾的社会，无论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，拢共款。第二项，人拄着极其困难是要安怎？咱人毋是干呐讲身体尔，还佫灵魂呢？我是讲，一般人无好关系。在那裡找準備禮拜的工程，突然一天有一通電話來了，他說某位某位教會嗎？我要找某位某位牧師。我說我這不是某位某位教會嗎？不是某位某位牧師，你看對了。他說這緊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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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們不好緊急的，這緊急的不知道。劉慧你敢知道咱的感覺很緊急是什麼事情？早上要玩嗎？不是早上做很緊急啦，好對吧？嘿，我放下去，嘿，较重要。啊，即个紧急紧急紧急，我嘛是想要要知讲到底是啥物代志较紧急。伊讲吼，有一个牧师要自杀，哈、啊，牧师要自杀，你有听过牧师要自杀无？其实我已经拄过三个牧师自杀啊，一个跳水啊，啊，搁一个跳楼啊，啊，即个要自杀，我一路做过啊，啊，拢是我捌的人呢，啊，啊，那做牧师做较会自杀，啊，我人生。你一个教是实了，那个牧师袂歹，结果去开始离开无外久，人讲那个牧师跳水自杀，我阿拢懵去啊！你怎会当真？我一个最好的学弟，妈咪在度打跳的，我，你讲我有想象力，我足快想的。我讲阿那无急事，人战衣啦，阿你当迄个电话讲牧师要自杀，我讲哎呦，我讲袂当个挂电话讲，那就好啦，太大个代志，我唔是。我去紧张，我甲问讲，安尼电话啊卡，奈卡来遮，我了解讲，你是不是上帝靠位卡，知不知？上帝靠位卡，我来爱跟他去蝙蝠侠出去了，知不知？我讲安尼电话啊卡，奈卡来遮，伊讲我叫105吹啊，啊，我妈去啊，啊，讲到105就是上帝转来啊，啊，我就招上帝，刚刚好，把你吹，吹出来。Thank you.
孙嘛来甲伊帮忙。啊，迄有几啊点钟甲伊开车，甲伊开车。哎，无输铁三龙遗书出来嘛，这就是我的遗书，我爷爷那嘛无经过这时间过了，这三遗书出这三遗书，啊，我老就无去啊。做无输铁到有啥丢了，有啥物关心哦？你无输哪要做啥？因为你要去救我，哈。啊，是三姐讲，啊无无输啊，你即摆年龄吼，遮大久啊，较无年龄啊，无你爱换纸啊，你个。我常常跟我同工讲，咱做老师，你去单位拢要紧，咱只要咱道理上帝是你讲好势好势嘛，无论去卑微的所在，无论去用困着，无论去用糟蹋，上帝拢保守你好好，因为世上一句话讲路遥知马力啊。你估计人心，啊！所以你们亲爱的兄弟，我做我说哪做哪有可以做嘞？我哪做哪卡工，我们心千挑台挑，已经重大我拢不要紧。我伫正经大学中头研究所，我主修的就是做心灵疗愈、灵性疗愈。上帝做干部的吼，我做这个案，我建议去帮咱一个。国泰医院新竹分院一个内科医师，伊吼个性就内向，结果听一间教会讲着，伊母啊讲，我孙啊，你讲着足好个，你来帮助我囝，我唔惊啥物，我惊伊心，伊即马忧郁症、糖尿症，啊，唔知安怎变安怎变安怎，吼，迄母啊是紧张到了受，吼，我来去想办法去甲伊处理，你先去甲伊关心，个医院、医院啊，个最最佳个爱啊。你讲哦，爱大病院每天拢爱啥物？爱评鉴啊！哎，做注意嘛，爱评鉴啊！啊，迄位评鉴安好，化头银白红安尼好。啊，搁安那医疗纠纷呐，然后医疗纠纷哦，搁爱赔了几万、几万安尼好。哇，迄个会讲袂烦了？啊，规个人拢缩起来，拢缩起来呢。啊，所以我就用我的专长，甲我知影，安那要互迄个人会当对生命搁活起来。以现在医院有限，人的心灵世界需要做清楚，所以对我甲伊帮忙要无话无安尼吼，哎，慢慢啊好起来，啊，搁慢慢啊，爱甲开听，爱用上帝的话，爱用上帝的听，爱用一挂上帝家己来做呢。啊，像你那阵啊大，像你讲，像我搁做一下，暨南大学副教授，伊嘛听我有讲到了，我说我也是。我最近拢定定频频喘，啊无暗时间拢连困安尼，啊冒冷汗安尼，唔知安怎，好在想，对袂？咱今日生活足坚定的，但是你要安怎伫你的心灵、心灵当中的态度、状态，有上帝跟你的，互你有办法，会当保持你家己完全交织，佮会当互你会当去帮助别人啊。迄个心灵的经营是最重要，实则为这个案件是社会必然的条，伊是今仔日。大病院进前科拢上上爆满，是为什么原因？咱人的心欠亏少，憔悴无尽，袂得着。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，真实。我伫将马街病院吼做义务的时候，我拢负责滴血、加护病房啊，我拢急诊啊，我就爱去急诊。迄急诊吼，逐工来拢，逐工你去急诊遐济，就是逐工有个案。真侪个啊！你听吼，无论是去哦，所以伊要我着吃，要我着生意，啊，最最啊，我啉酒的，我着是我吼特种行业，足最开心的。你看迄最基层的话，这个人生啊，了。啊，有一天我嘛搁去基层去行，发现我感觉我最兴趣迄种物件，因为我是读新闻记者，我最兴趣对人的关系，我对人有兴趣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观察，有一天我看，啊，看一个水查某囡仔大学。淡江大姐啊，水水啊！啊，我若去看到水查，我讲我一定去看一下，看伊水到偌水啊！你，啊，然后我问同学，某某同学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讲我是啊，我肚子痛啊。哦，我讲那你就好好休息哦，小心吃坏肚子啊！就该安慰鼓励安尼啊。啊，我就去退去别个所在去安尼啊。啊，看了啊，别所在咧。啊，结果啊，经过三四点钟，回来急诊啊。哦，迄水的小姐。边仔有一个帅哥啦，哦，啊，个帅哥我搁骂你哦，可是张教授会记无？
我是一个国立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学生，我到台中呢，哦，我讲我哎，阿英爸爸妈妈嘛是丢了我弄啊，我来问问阿英在干嘛？你是做我的朋友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帅哥加美女，啊，我就希望讲，哎，我甲讲哎，某位某位兄弟啊，你知影我出去吃，阿奶我来催我叔，阿是爱白痴，阿是安怎，阿是安怎，你女朋友破病在甲过好呢，阿袂安怎？我你问医生何事啊？何事医生？哎，牧师，你来了，正好，你可不可以帮忙去告诉那个女生，然后干嘛？叫她爸爸妈妈赶快来，要监护人赶快来签名，要去开刀啊！啊，为什么要开刀？她怀孕呐、啊，怀孕该开刀，哈，怀孕该开刀。我医生啊，那怀孕该开刀，你说，是不是？很恰巧，她中标，她是子宫外孕。啊，所以那个输卵管就流血。啊，不然怀孕那也是要开刀，怀孕的时候还是这样，这个就好了，我万一流血一直流啦。哇，我的天，哎，大伯讲，你干的吗？你做的吗？凶手是不是你呀、啊？因为后我发现那青年帅哥牧师，开心好牧师，哎，不不，你不能让我牧师知道，不让我爸爸知道，不能让我妈妈知道，不能让我到底知道，你要救救我们。你个还是不信？跟大家讲，先生有记载，要用爱遮盖罪。我要问你们大家，我怎么处理、啊？你去叫当代哦，从家庭我的性情强化，要异地哦，马上叫你来，不好。你叫招人进来，你起码都连费用半下哦，对不？不好。你就，那你讲其他。呀，我想的是咱在咱犯人中及时的帮助哦，这个话到底真啊假啊？我问你，代志会变啊？袂变？会啊？对？会变？但是圣经讲，在人所未为的上帝凡事拢会啊！你相信这句哦？哇！你拢戆，我可能跟你拢戆去啊！看，啊，我是在当场。我从我人生所有的经历、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才嘛，要安尼处理？因为我来甲医生讲，医生啊，啊，你着好在向你来强强的。我医生讲，老师啊，你来先给我做做非常代志，卫生署三五通过病历表不能够乱改乱写啊，是不是？这有罪啊！我医生讲，我说你是怪考我哟，我都改呢，你我无输呢，不好。这种保罗兄弟可以来讲讲哦，人的进步，人的进步，还是讲上帝是咱从最后的关心，但伊出伫千里行人生，从最后一段路，我嘛是我的后生，行伫最后段，拢要开始拄着上帝啊！哦，看是上帝走出来未走出来，我问你，上帝走出来未走出来？对哦，要安怎超越上帝，我知。我家己上救，我知影。我靠，迄个老师嘛，我老师嘛，上帝家己一点。我今日只做了一项代志，这项代志是，这情理发生的代志，互伊听。我讲上帝家己同在，你来家己帮忙好无？我相信你有办法。伊讲我好，我来甲帮忙。哇，马上讲好呢。一个月我来解决，啊是要安那空啊隔空抓呀？伊讲我说你去甲因讲。甲这个亲人讲，但有三个问题要甲问，要甲问，因悔改心无？咦，我甲问讲，两个人问，啊，查某好，查某好，查某讲，牧师我做错了，我做了有罪恶感，查某讲我也错了，好人讲你错了啦，你，就应该问，好啦，最大开始你袂使做这种代，看袂下我，我甲伊解决了后，你算啦，家己去做，你讲好，伊怎啊，拢歹做。第三条件，搁较严重，安尼你来三条到底我袂当分开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这个牧师嘛创啥？这个牧师嘛是做无用的汉书，就是上帝甲阿伯来汉利用。然后只有上帝甲阿伯来利用，阿比米勒吧，其他人无可能甲上帝利用。你就爱甲阿伯来汉利用，靠可怜的人帮助。阿伯汉神信心老伯，因为上帝是国家一定用呀。其他人你就爱甲阿伯汉有好的关系，但这位牧师嘛，伊嘛甲上帝有利用的关系，所以。你甲我有什么好的关系？你没有关系，上帝就会做。
哇，这是原谅，嘛是我了解。我讲好，我孙妈因三，因拢不会改啊，拢改啊。我孙妈就去祈祷，祈祷了后，伊就讲，好，你起码去甲医生讲，照我的话，一字一句，是话拢袂使甲我改，若改，你爱负责，吼、哦、啊。我就照话回来，讲给医生听。因为现在要做的就是地面顶偷房，天顶偷房。我医生，马该破书，马该病医生，马该破书，五常的入药所设立的病医，无单单是要救人的肉体，佮要救人的灵魂哦。啊，听了，上帝先前做工，迄个医生讲，安尼好，叫你查某来签签的，因为这个病医是上帝设立的，上帝主管的，也归卫生署，我也归国家管理。啊，签签了了，就去开刀，拢无人知啊！哇，这对青年真欢喜的，我嘛感觉真欢喜的，啊，有种代志啊！因为原来阮做无出去服侍上帝，去经历上帝，拢是为很多 surprise 哦，安尼啦，间隔上帝现实的工作，真正现实的工作，就是上帝要对人讲话，做个真理，去互人知影做，过来就是要教着真理透过圣经啊，所以。无人知，开开灯，带伊礼拜日就出院了。无人知，然后有一天吼，我就问啊，去去经教会募款哪间的？知影这个青年，这个做青年会长，啊，就问伊母啊，伊爸啊，恁囝，伊讲，今仔日去考律师啦，律师考试。所以我趁这个时间，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，讲我从马街边拄着这个代志，吼，因大家是笑啊安尼哦。但是迄个唔知我迄是伊囝，啊！迄笑个唔知我迄是因青年团结会长，安尼啦。因为我现在所以讲这个故事是甚物意思？上帝是真，你用信心对待上帝，上帝就感谢你。但佫较安怎？我对宗教研究，研究印度教、佛教、啊道教，甚至我后佫要研究伊斯兰、回教这方面。现在台湾世界人都有宗教的心，但是做耶稣基督就是真的，因为伊是真正的上帝。阮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予咱对今仔道理同知，咱爱行实在，也袂去行性情上岸，当心来记得。之前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你是阮师父，你好教，互因这段时间你挑选牧师。你帮助因，予因通得到你的确信，来教育好个牧者，因此，予一个教会在中之下这人命更新，通拢得到上帝国的拯救，也予因伫社区各方面的发展，拢得到你的施恩祝福，来应承你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